Hey bosses, this is Kenny from Asian Boss. While it's no secret that China has a huge population of 1.4 billion people, did you know that China's birth rate has declined for 4 consecutive years? China's one-child policy is now a distant memory in the past, and recent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that families can have up to 3 children to combat the looming population crisis. How are the Chinese reacting to this new policy? Do they think it will work? Let's hit the streets of Shanghai to find out. 对新出来的这个第三胎这个政策，你熟悉吗？嗯，了解过。有呀，就是最近有看到这些新闻。我有听到过大家讨论这个政策。那你觉得这个新闻现在的铺盖率是有多大呢？在中国有多少人，或者你觉得多少人会知道这个新闻？应该很多人知道吧，因为热搜在微博热搜上。 挂了好多天，反正我爸爸妈他们都知道。然后包括我那个上班或者是路上都会听到有人在讲，是比较热的，因为每天打开微博呀，打开这个抖音啊，包括一些社交平台，然后都能看到大家对这个话题讨论的比较热烈。然后对于你来说，你听到这个政策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那我是觉得。 我不想要这个东西 ，I don't want this。 我感觉就有点玩笑性质吧，就现在确实就是生一胎的人都很少，然后你让他们去生三胎，就确实是挺难做的一件事情吧。那据你所知，现在你知道有什么具体的福利是给到？不知道。好像没有吧，就只是说开放三胎政策，这就是最大的福利了，好像。 只是让想生的人去可以生三胎，对，好像在其他的设施和福利好像还没有。现在好像还没有，但是之前发通告说是会，他只是说就是说后面会，逐步的去落实一些政策，但具体的政策现在还没有出台。对，对于大部分的外国人来说，他们都比较知道中国的一胎的政策，之前的。 所以你们对于这个一胎政策有什么看法？就是对国家，你觉得有什么影响吗？之前或者现在？其实我觉得一胎的话，因为之前我在知乎上有看过很多回答，然后呢，如果没有实行一胎的话，我感觉现在会，就大家都在讲生活很内卷，工作很内卷，就竞争很压力很大。那如果说之前没有一胎政策的话，就现在压力也。 生活竞争压力也可能会更大。我觉得一胎政策其实是一个特别中国化的一个产物，因为毕竟我们这一代都是深受这个一胎政策影响下，这个政策影响可能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来讲的话，刚好我们这一代是享受可能。 父母的关爱，父母的所有的资源最多的一代。当时你知道有一胎的这个政策情况底下，有没有人有两个或者三个孩子？然后有这个孩子的情况底下会发生什么？你假如超生了，一个是罚款，一个是你假如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你可能工作都会丢掉或者是饭碗不保。所以当时的其实这个政策还蛮严厉的。有。 我弟弟就是二胎，我表弟，然后当时为了生他，就是我的舅妈嘛，就是当时是躲到了乡下，躲了10个月才把他生出来，然后为此就是我舅舅也停职了，就是停职了，就是当时他本来是要升职，然后也停了，然后还罚款罚了近5万元吧，就反正抓的挺厉害。 从2015年，他们从一胎变成二胎的政策了，然后短短的这5年内又变成第三胎的政策了。你觉得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会这样子快速的去改变这个政策呢？主要还是因为出生新生儿出生率减少吧，就是人口更加老龄化。我觉得也是吧，因为可能政府看到了二胎政策所带来的一些好处，然后确实会有改善现在的这个人口比例。 和这个人口增长率的。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中国的人口的确在老龄化吗？还是你觉得你在大城市是感受不到的？我来看的话，我的确是感觉到有老龄化的这么一个现象在，而且特别是。
很多现象其实从我们身边已经可以以小见大的看出来了。比方说在一些可能不是一线城市，可能二三线的城市，基本上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你在街上都很少能够看得到。但的确是在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街上的年轻人的确会比较多一些。有啊，比如你说就是退休年龄的往后延长，就从女性的本来是50岁吧，延到了55岁，是吗？然后男性延迟到60岁，就有感觉到，因为就是确实因为人口不够了嘛，就只能去延迟我们的退休年龄，然后让我们保证更多时间的工作。对于这个新的三胎政策来说，你觉得他们对这抗这个老龄化的这个效果如何呢？你觉得会有效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吧，因为你看二胎政策，虽然出生人口少了，但是人口还是有在增加的，就聊胜于无。对对对对，多多少是有一些吧，因为有些上层阶级或者说有钱人，他们会就想去多生几个孩子这样子。现在就看得出来，二胎大家都不愿意生。都不要说二胎了，一胎都不愿意生，然后甚至特别是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连结婚谈恋爱都没时间，因为大家要忙于996的工作，然后要忙于这个工作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其实真正拿出来谈恋爱或者是拿来结婚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你更别说是来考虑生育，然后考虑养育一胎二胎，所以一胎都没有，二胎都没有，你何来三胎一说呢？然后如果你要小孩的话，你会要几个小孩呢？没有想过要小孩，我是想要不要小孩。我现在就一个孩子。那如果你之后还会打算有更多孩子吗？目前的话可能最多两个吧，现在想想一个孩子已经蛮多事情了，然后工作也很忙嘛，太太工作也比较忙，像生活在上海这么个城市，说实话没有太多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了，然后呢如果不是家里老人来帮忙的话，可能自己真的带不过来吧。其实如果就是真的可以生得起的话，我觉得就两个吧，如果可以，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至少要两个小孩吧，他成长过程中会有个伴，然后这是我们自己想的。但如果真要生的话，你如果真要考虑什么教育啊、车房啊，那我觉得可能我最多会有一个都不想生，但是可能最多会有一个。对，对于你来说，在中国养孩子最大的一些障碍是什么？最大的难点对你来说是什么？ Education 是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就是因为中国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特别重视教育的，但是教育的成本在中国现在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当然这个可能有些地方它可能不，但基本上我们在一二线，尤其在上海，我当时看过一个报告，就是说你从一个小孩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至少得要80万，那很多地方已经不止这个价钱了。如果想上比较好的公立学校的话，那像所对应的是你要进入相应好的学区，那么你要买房子，房产在众所周知是在中国是比较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投入，那么你比较好的学区房在中国可能是十几万人民币一个平方，这是用单价来计算的，那你如果买一个可居住的住房的话，可能是500-600万人民币，这个可居住可能也只是30平左右的房子。对于养三个孩子的情况底下，你觉得一般家庭收入需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养得起呢？三个孩子的话，家庭年收入起码在500-600万往上吧，甚至我感觉差不多1000万级别才够。三个小孩，一个小孩得200万以上应该要吧，我觉得这样的话一个家庭可能一年
我大胆的估测一下，他可能至少要赚到200万的 family income 吧。我觉得至少得300万。那对于你的认知底下，这个有这个、能达到这个收入的家庭，有占20%呢？在中国 ？1%。没有 1% 的可能都。很少吧，我觉得可能1%，可能或者是5%，反正是一定会小于5%。对于中国的老龄化的这个情况，你觉得这是一个劣势吗？还是有任何优势？你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老龄化肯定不是一个优势，因为可能放眼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老龄化都不是一个优势。因为这肯定势必造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的停滞，然后你相当于社会福利可能难以为继，后一代其实没有办法有足够多的生产力，或者是有足够大的这个GDP 来支撑前一辈的这个社会的福利。就在新加坡，其实会有很多这种。老年人，比如说70-80岁那个阿公阿嬷，然后他们还在那个餐厅工作，做一些那个服务员的清洁工的这种角色，然后他们会就做2-3份工，是真的很累，而且工资也不是很高。你举日本人的例子可能会比较直观一点。对，就日本其实才是车前之鉴，其实在中国的年轻人可能会比较有优势吧，就反而竞争力会上升，然后可能卷的不会那么严重点。除了第三胎的这个政策之外，你觉得政府还有什么额外可以做到，可以更鼓励中国人有更多孩子吗？就一个是说从这个那个补贴，生育补贴上面开始着手，对吧？你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你奖励一下这个家庭多少，就说白了就很说得很白，就是奖励多少钱这样子。我觉得男女就业的平等上面，包括你要给，我觉得有时候你给女性更多就业的，比如说你让她产假多放半年，其实对她更加不利。我觉得相应的男生也要匹配到，比如说女性放长假一年的话，男性也要一年，你这样的话你在她就业的上面相对平等，我觉得这样才能够消除他的女性的就业顾虑。据我所知，现在儿科医院，特别是儿童医院，这个医疗的方面的资源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可能国家要更多的从医疗教育，包括怎么样增加对女性生育后的这个扶持照顾的配套政策，给它抓起，然后慢慢逐步才能够提升这个生育率。